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 Ebo 和 Adash， 我们来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去了深圳、广东、上海，加上今晚来北京也有好几天了。Quelque chose d'assez spécifiquement asiatique, c'est que. 我觉得这里大多数人在听音乐会时很少外露自己的情绪，很含蓄，很亚洲。但是等你演出结束后，他们会来主动找你聊天，聊你的音乐。I like their music. Yeah, it's quite good. Actually, it's quite good. 我很喜欢他们的音乐，真的很棒，太棒了。他们做得很出色。The girl. 特别是那个女孩很讨人喜欢，也很酷。谢谢。